哎呦啊！大家好，这是宁波拉，我是小马。让老三回来给找闺女买点衣裳，俺给她带回来，就是都搬回去，都搬回去啊！一会儿幼儿园我带的，那车带我。好。 那家里看的，成亲那家看裤子，他说完，我们叫人家过来，不是叫人家过来量个打。打了多少？买头眼镜，然后买头眼镜打了便宜。哎呀，你给多少呀？四百。四百呀？嗯。四百弄好点是四百二了。我想是三百呀。四百二。不一样。好的，他弄那门跟那个件儿都不一样。嗯。 到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吃个菜吧，咱就走啊。南瓜呀，哎呀，南瓜丝儿，豆芽，盐水，菠菜，好。